这边全靠旅游的人到这里来消费。这边的建设都是一些饭店。这条都是饭店。那旁边全都是拉客的。那些站着那些女的全都是拉客的。看一下，饭店还是挺多的，都是饭店跟酒店。这里站满了这些拉客的。好像来这边玩的不是很多，它有几个码头。晚上应该这里会人多一点吧。广东的车牌很多，看了一下这边，广东那边的来玩的多。转了一圈噻，恭喜给你了，转一圈转到你面前，这里衣服你看到吗？东江湖。你要吃桃胶凉粉吗？你要这个？老板。卖鱼。买干鱼。这边全都是卖吃的，这边的东江湖。往这边上船去转一圈，门票30，上船的门票。过不了，这边过不了。那边，请凤凰岛游客抓紧时间到凤凰岛乘船处乘船，谢谢。啊。尊敬的游客朋友们，凤凰岛游船即将发航，请凤凰岛游客抓紧时间到凤凰岛乘船处乘船，谢谢。你们是这边的吗？是不是这里？这边啊。往这边去，啊，叫做东江湖。
这边走。去上买票。东江湖三号。哇，柴油动力。四五六七。四五六。好大的柴油味。三个男，三个男。是这种开车。坐楼上包厢的有个朋友的玩法，可以在甲板上自由活动。我们二楼的包厢呢是额外收费的。如果大家买包厢的话是300块钱一个包厢，可以坐10个人。一个人4个人起拼。如果大家想要升舱坐楼上的话，可以抓紧时间摇晃。大家在座位上坐下来，不要随意的走动。游船的路线是从白浪旅游码头出发，前往东江湖上最宽广的水域游湖，往返50分钟，中途是自驾船的。在游船下是禁止吸烟、饮酒、吃带刺激性气味的食物。坐楼旁边都放有垃圾桶。吃零食的游客朋友随手将果皮纸屑扔进垃圾桶内。东江湖也是被称为湘南洞庭。在东江湖上，大家可以看到山水、湖坝、步道，各项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交相辉映的美景。东江湖也是被人形容到人家天上一湖水，万千景象在其中。最值得一提的是它的水资源，东江湖的湖水。